啊，咱再来看哦，这是现代哦，这几天发生的哦。结果呢，这波足早在咧用啊，七十年前伊在咧用啊，哦，创造政治性的台湾人民哦，伊足早在咧武器出来啦，迄阿伯就是迄个目的啦，哦，迄阿伯就是迄个目的啦，就是这啦。六七十年前的教科书啦，所以因足早就对这个教科书开始吼，对细汉囡仔开始洗脑。啊，你个头壳洗，洗啥物货？洗出大中国主义个。啊，所以呢，细汉时阵我会记哩一件代志，我甲阮阿公讲话拢袂对啦。我阿公是足歹个，我出个第一受日本教育，吼、哦、啊，我有一摆。我拿一张迄个奖卷，第二名。哦，阿公阿公，你问我一寡迄个奖学金的第二名。我讲我连讲包了，太好得第一名，我就考出来，我就走啊。考第二名无奖学金啊。啊，伊日本教育是你爱背，你爱上好，因为日本真实的，你爱做上好。我阿公够厉害哦。较早有迄个时间有迄有咧海，迄前头有咧海咧看，伊迄上尾发条诶，伊有法度啊，规只甲挑开一个真件物件，摆好好，啊洗好清理甲整理，规只搁来组起，搁会叮当。我细汉看过伊做这个代志，结果呢，我有一摆哦，伫咧购物商嘛，捡一台迄款，甲你捡倒来看，摕来听来听，哦，啊嘛是安尼摆好开，啊甲组出来，结果。老师寄过来，无，嘿，我当然知啦，我妈不是日本生的呢，吼、哦，啊，伊较早就是咧做这個动作啊，第一课，吼、哦，台湾人伊甲你定义啦，伊咧讲嘛，我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伊是台湾人，咱拢是台湾人，你讲对啊，对啊，咱拢台湾人，到底有啥物唔对？较早就安尼讲。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阶段。你看第一课哦，第一课台湾人，第二课就中国人啊。你照样造句嘛。我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伊是中国人，咱拢是中国人。你一步一步就是安尼洗脑。嘿。对哦。这是应该是迄、那个1950还是1949的时阵的早期的，嘿，你唔捌读过这个？迄、那个我顶两期有一个受日本教育的，又读过这个课。伊讲哦，迄个时阵因为台湾就是有讲客话嘛，讲河南话嘛，哦，啊伊咧讲话，当时咧读这个。当时啊，咱那有当时啊，咱会搞开来啊，咱会去笑讲啊，这来念个歪歪啊，吼，啊来做好笑安尼啊。你敢知伊在哪念？伊讲我是台湾人，就是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哎，啊，你是台湾人，你是台湾人啊，客位嘛，你是台湾人啊，哦。啊，以死台湾人啊，伊嘛，七头咪啊，伊嘛，玩到死就对了，以死台湾人啊。啊，我们都是台湾人的，咱拢是台湾人，拢是台湾人，拢是啊，台湾人拢是啊，有这个时候就是啊。哦，伊个时阵有迄种开海迄种方法念嘛，伊讲因细汉时阵，哎，较早有上过日本教育。啊，思想扭曲啊！开始甲你教讲哦，日本偌了收哦，日本安怎样？日本人安怎样哦？日本攻占台湾哦，啊嘛呢？咱日本是为着台湾去甲中国拍的呢？大日本帝国是去拍，甲大清帝国相拍，拍了大清帝国拍输，皇帝甲皇帝签合约，讲啊，歹势哦，拍输啊，安尼因拍输爱有一寡。赔偿，好，啊，我着赔钱，啊，无着挂地，
挂迄个南山马地，啊，迄个台湾甲平湖，迄甲我无关系。啊，迄个说法说，迄个人迄个古文讲啥物话？男无群，女无义，鸟不语，花不香的台湾澎湖，啊，这个挂号哩安尼。啊，咱遮个住民，自细汉到大汉，咱几千代拢挂伫遮啊。咱咧做，咱咧做啥物话？咱咧写落啊，咱咧拍啦，啊，甲外国个人交易啊。所以拍迄个落啊，落啊块搭落来，啊，甲换物件。迄是咱过去个生活。啊，咱毋知讲啊，当时大清早日本来啊，荷兰来啊，啊，地心讲来啊，西班牙来啊，啊，就安尼不断。啊，你啥物人来，我就甲你讲啥物话啊。所以过去西班牙人来时阵，咱是讲西班牙话，北话啦，毋是全部啦。啊，若荷兰人来哦，咱就讲荷兰。咱个语言能力算足好个，哦。啊，日本来咱就讲日本话。啊，中国来，你拢毋通讲你个话，你爱讲我个话，啊，就变作咱拢直接咧讲，就是北京话，嘿。啊，造型呢？哦，开始哦，这什么人哦？细汉无好读册，老师讲伊偌赞哦，偌强哦。听讲十一次革命哦，他才参加两次而已。啊，革命成功的时阵，伊是外国，伊是外国看报纸才知影。啊，所以来抱啊，教育甲媒体嘛，甲抱做神啊。啊，这嘛是啊。你看，伊现在那一给，你知无？表示尊敬。较早写写，再那一给。啊，表示尊敬。啊，较早我着受这个教育，看到蒋公铜像安怎，行三鞠躬。历史上吼，独裁政权太在世的时阵，立铜像叫人来跪拜来给敬礼啦。历史上拢是安尼啊，独裁政权才会做这个代志。你像列宁无，伊着是拢做这个代志。啊。细汉吼，我看即哇，读过即篇个，你知无？啊，即拢有抄过。我细汉就读这，啊，伫遐抄啊，圈词啊，连咧写字。刚好小鱼都是这样的大勇气，你讲每次被水冲下来，都是小鱼的努力地向上上游。蒋公看了心里想说，小鱼都有这样大的勇气，我们做人能不如小鱼？我读即篇读了，我去看阮兜附近个水沟仔内底大大只。我拢无迄个感情，讲我们做人可以有什么样的勇气？啊，即、這个物件就是伫细汉的时阵拢在洗脑，拢在洗脑，哦，去你个尊敬者嘛。结果呢，我细汉的时阵咧写作文的时阵哦，安怎写哦，弄迄个六七十分，你啊写迄个自我发挥、创造题目就六七十分啊。啊，哪讲我最敬爱的蒋公？做题目哦，啊，你就开始爱鼓励啊，你知道？开始爱写哇，蒋公哦是多么伟大的人物，开始爱想迄种物件，你知道？啊，你知影迄种作文写来都虚的啊，因为你知影白差拢假嘛。哎，写出来八九十分嘞，哎，唔知咯，哎，唔知咯，半生节我也想无啦。啊，算了，安怎教育就教你讲白差。把你无真实的情感，甲伊捏造出来，国民党教育就是这嘛，哦。啊，结果呢，都错味哦，变形，你知无？那个真正足咸的，变形啊！一个胎死台湾人的祖先的人哦，咧顶一代二八一代，伊叫变形啊，同日庙来拜，有人顶一球人讲，啊，这是迄、那个。因为中国人在拜，咱台湾人在拜，敢有影？莫讲这啦，这件历史已经第二摆发生啊！开始恁的时代人啊，教育了一代了，你家己做神在拜，地仙公就是这个。地仙公来的时候，开始就做咱平埔族的，啊后壁的人在家立立庙啊拜，是今仔日就是这个跟重新历史重演。重新发生。当然，无经过这个，咱讲咱讲启蒙运动吼，启蒙运动吼，咱的思想无经过启蒙，有啦。日本时代面临的身体
迄时阵咱的人接受着一个新的近代西方文化，咱的脚有变得较好。但是即几十年来，中国文化佫加落，佫切，所有甲中国目的拢变歹，无变好。啊，上好的中国文化，真真正正的中国文化，保留伫韩国甲日本。你看日本的那个和服，也是讲韩国的那个韩服，迄拢是伫即个中国即个土地某一个时期，一个皇室的一种衫嘛，迄是保留，伊甲好的拢保留掉。啊，中国确实啊，常常咧战争，所以好的文化无法度保留。啊，人西方是革命革了吼，提升国家变好，啊，伊这是革命革了吼，人人民变弱，啊，国家变歹啊。文化大革命就是安尼，跳来拢先台湾了，啊，伊拢伊咧统治拢来这块。啊，这个物件你讲好，搁好落去吼，无偌久就是迄、那个，蒋公闹政。也是讲蒋公文化村，这种物件拢会造出来。啊，你台湾人对家己的信仰，伊无深刻去了解，大部分拢也向对白，叫做盲从。哎，啊，讲一个简单的例子啊，莫讲直接讲了咧批判什么信仰，讲一个足简单、足简单的。李白界甲孙悟空都安尼拜，迄是创造出来的人物呢，迄是小说创造出来的，他都可以变神了。对不对？啊，所以这种物件，咱来去好好去思考，到底是媒体，还是讲教育，还是讲这个国家机器，伊咧摕啥物物件咧饲这个人，咧教这个人，咱来去思考啦。这嘛，这不只是边来过来边。啊，老话就先讲啊，伊日本也是日本的台湾，改做中国的台湾。啊，你搁为中国台湾改做了？叫看诶，努力，啥物叫努力？努力就是讲你无论安怎认真打拼，你干那会当用你的体力甲时间去换薪水换钱安尼？你干那会当做这代志？除了工作的时间以外，你无时间去做休困，无做无时间去休闲，去好好享受你劳碌所得到遮的金钱，会当来做一寡会帮助家己心灵提升。这个生活足少啦，咱家人足少。你赚钱一个月赚5万块，开5万块，你钱我都欠。我拄着一个吼，一个咧做影响，汽车影响的，咱讲师傅啦，吼、哦。啊，伊讲伊一个月吼，赚5万几块。啊，你甲好好算算，我讲安尼一个月歇几工，拢歇两工。啊，一工上几点钟？拢一工12点钟。啊！你甲好好，一点钟嘛，差不多130-150块。哎呀，含迄个麦当劳，你说有啥物差别？差不多啊。我讲啊，你啊，我都你太唔爱换头啊。用第一个伊做了惯是第二个，伊无法度换，因为换几年开始嘛。啊！你看我度人讲啊，我换一个新，你啥物货拢袂晓，啊，人都互你换5万块，无啊。伊讲即摆啥物？市面上吼，少年仔做头路，差不多3万块的，上最3万块。要到4万块，你拢爱换良心，用迄、那个用时间、用身体健康去换来。都一个减速机啊，一工嘛是上13点钟啊，48000无，一个月休时间，啊你干要用健康去换？啊，台湾就变啊，台湾变奴隶啊，啊，但是咱无意识。愿意要改变人足少，啊，因为大多数的人拢放弃啊，感觉小虾米怎么拼得了大金鱼，拢放弃啊，咱见到一直都无去啊。因这阵人，这初期来遮的，因即摆拢有去啊，80%，因拢知影咱的身份叫做黄米的吼，因拢知。但是，因把这个黄明的后裔借着媒体吼，改扭曲、改污名，让你觉得黄明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啊，这个人讲因难民呢，这个因把难民转成农民，变成荣耀的身份。啊，整个整个台湾吼，迄、那个价值甲规个拢
变软，定而变定，定而变定，好而变歹，歹而变好，啊，这叫做逆转乾坤。中国国民党做到了这个，最近你若在上脸书，你嘛知，来讲啊，脸书已经被那个泛绿阵营已经攻占了，看我念，哦，啊，因为哦，泛蓝阵营，然后把所有泛绿阵营已经攻占了脸书。阿弟打的脸书的那个总公司告状说啊，台湾已经都被绿色恐怖控制了。那来看今天哈，这个影片大家注意看一下，它会给我们一些新的看见。没有更新哦，那不要紧，咱来看另外一个。媒体吼，伊足够用镜头
讲话，伊足够用镜头带方向。伊镜头是要互你看，伊要爱你看，所以媒体影响你的认知。所以咱第一摆看到迄个，哇，台湾的消费乱哦，这是拍片的现场啦，哦，伊这是拍片的现场。啊，当然咱台湾怎样消费足乱，哦，足侪媒体台湾消费报到足乱。所以我有朋友伫美国，看我伫美国啦，进前迄个红衫军队团的时阵，我啊，台湾太变安尼啊，规乱糟糟的，足，伊感觉心内足艰苦。我讲无啦，伊就讲开他的，格兰大道去第二啊，反正平时拢。拢真平安咧过生活啊，无亲像安尼啊。过去吼，一个连续剧叫做《台湾霹雳火》，你大概知个。哦，我个迄种，像啥物老文创啊吼，啊在这个企业界啊，走来走去在遐烧钱啊，讲啥物吼，烦恼火一当起安尼啊，啊迄报告足红诶，迄新闻媒体炒甲足红诶，叫做外国诶，遐个台湾诶，我伫加州遐边看着。即嘛变到安尼啊，乱糟糟，大家拢在看迄种、迄种戏剧安尼啊，是毋是？大家变做歹。我讲迄干呐，迄演戏尔啦。台湾人民袂安尼讲话啦，吼、哦，咱袂，逐天无闲，闲闲无代志，走去别人兜抢股啊，伫遐要甲人冤家啦。就算真正企业嘛，无人在做啦。啊，所以伊是戏剧。啊，所以咱会假定媒体看台湾是啥物货，但是假的媒体敢是用台湾人的立场在翕台湾，无拄拄哦。啊，你若翕着真诶，翕着有利害关系吼，你就差不多准备来去见上帝。诶，你明仔载出装啊？所以最近迄个徐伯言，啥物？哦，我足怀疑，你知影？我真正足怀疑，伊毋知影翕着啥物大电来啦？哦，啊，媒体就是着即种现象啦。伊要甲你讲啥物话，但是出侪物件也砍掉伊。咱若看到这個，咱头壳内底着，迄、那个最起放的迄个毒药内，迄、那个感觉就走出来。哦，这个是代表台湾。哦，啊，这个是哦，代表台湾的文化。我请问大家，三太子在哪里？就中国来啊，对不对？因为连嘛。啊，这边几号在来？嘛，中国也来啊，那不是吗？咱毋但骗家己讲做做台湾国旗啦，外国人嘛认为讲做做台湾国旗啊，连外国人嘛偏参落去。啊，结果呢，喏，一挂比赛啦、国际啦、一挂会议啦、运动会啦，吼、哦，若出现这面旗仔时阵吼，当然就拍鼓啊，感动到人目屎，演唱会哦，举一个出来，然后讲哦，做爱国。台湾人足疼这块土地无毋对啦。但是咱这个疼心叫无用伊啊，无用伊疼伊中华民国，啊，煞偷袂开哩，真啊！甲咱骗着惨的，就是这个中华民国，啊，咱伫遐咧偷袂开啊。早期吼，因民国十年进前，国旗是一支啊，五族共和啊，汉满蒙回战啊，汉人代表王室啊，所以今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升起来，就是这些啊。汉满蒙回战啊，啊，中华民国国徽是啥物货？龙凤，吉祥物嘛。中华民国国歌是啥物货？伊就叫做写中国啦。雄立宇宙间亿万年吼、哦，江湖浩荡三绵延，这拢讲地理啦，讲历史啦。五族开窑遍讲民族，国歌来咧表示迄个国家的属性。国外来表示这个，结果因来呢，把这套拢搬来，当然这个后来又改成因的国旗无对啦，哦，无对，但是这一开始这是海军旗，所以你稍微记一下哦，全球旗帜，哦，旗啊，旗帜飘扬的旗帜啊，全球旗帜有一个网站，你尽管就写在全册，这边是中华民国的海军的军旗，海军的军旗，啊，这个是哦，中华民国。国民党的党徽啦，啊，这个来讲呢，党徽国徽分不清啊。讲哦，国徽讲这个光芒较大，拄着边啊。结果你斟酌去查哦，各个公家单位，
我会赶快就入侵你。那你看现在搁较趣味，中国国民党的党歌讲讲吼，这国歌我细汉就听这篇啊。啊，这个迄个国文老师的美专美奥解释民主中，三民主义无党所中，这个无党的党不是指国民党哦，是指我们这一票人。啊，我们这一票人，这几条国外这一票人是什么党？啊，就是国民党啊，到底是？以建民国，以进大同，知尔多士为民前锋，都出名的，你注意看这，这都是民进党的，有无？为民前锋，变民进党，你这边的发起都造成民进党，刚好民进党是反对的，所以反政。结果呢，最近又出现了一个新的政党，叫什么？年轻的民国党，被你构起的建国党。所有的党派都建立在中华民国的体制内，在这个体制内说要为台湾人民谋福利，很难，很难。所有的高官达人，所有的权位重要的位置，都被所谓的当年来到台湾的中国人以及其后代所占据住，所有的资源都被控制住，你不可能变心。一个呢，第一个透过体制翻身的，就是阿扁。迄个时阵，阿扁好讲啥？你敢知？讲窃国，大家敢会记？阿扁好人讲窃国呢？啊，我是想，迄是种奸干奸事的啦。迄阵无同你啥物法，奸干奸事讲啊，啊，就是因为算数啊，地权翻啊，所以讲。这个不是，是因为在他的认知里面，你是皇民，我是中华民国政权，我是正统纯种的中国人。当总统只能是这样的身份才能当。你透过了体制游戏，然后你当上了我们的头，当上我们的领导，你的身份不符合，所以你窃国。因做前车，咱是皇民的后代，非常清楚啊。但是你透过这样的体制游戏进入里面，然后取得资格，爬到最高的权位。啊，今仔日阿扁的下场，咱大家知影嘛，无介好。啊，总统做了皇冠甲，啊，即摆都怀疑讲啊，你伫遐撮撮啊，是假。不管啊，啊，当然你啊，莫做一寡代志嘛，无遐代志。啊，这规个体制。要甲你讲听什么代志？规个体制要甲你讲什么代志？台湾人民，你无可能伫这个体制内出头天，无可能，因为控制掉了。啊，你免啦，所有的发声拢是伊啊，拢是伊咧替你发声，你无家己的新闻咧发声，台湾民政府咧替台湾人发声，台湾人人无讲起，去甲讲起我做诈骗集团，哦，啊，我这变做诈骗集团。把你摆一只诈骗人民，我若无你遐心碎啊，讲我这变做诈骗集团，所以吼，那迄种写，我第一个迄种写。来，咱来看一个吼，这是日本的行书，这个时阵呢，伊在讲啥物话？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就是军队啦，哦。以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日本是按联合国最高统帅投降的，是按联合国投降，不是按中华民国投降的。但是他们这一票人真的讲什么？一共呢？日本打败仗，打败谁？被谁打败？被中华民国打败。不是呢。盟军是啥物事？英美中俄。法也是讲即几个国家嘛，啊，你搁拍赢，你搁拍赢，啊，你像台湾如果是跳人山啊，包咧起来，迄个是讲哦，我嘛拍赢，迄个毋是呢，也是你上一直走，一直走，啊，一直得走吼，侬嘛讲我做，听讲以空间换取时间，有无？啊，拍输走赢，拍输啊，毋过伊走是走赢，啊，应该是做老走。联合国最高统帅第一号命令规定，在中华民国上面会等等，台湾与越南北纬上面会地区之内，
日本全部陆海空军与辅佐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一是代表最高统帅来接受投降的啦。伊是代表中华民国，那个那个，你猜，那个老片，拢在应该是。所以咱头壳内底有错，咱头壳内底啊，讲哦，迄是大陆，咱叫做大陆。咱大陆大陆迄个名词就是咧讲啊，咱拢讲一个个，因遐是大陆，咱就是离岛。人家讲外省人啊，因为你外什么意思？啊，你广东，你广西，啊，你山东，你山西，我台湾，啊，恁拢伫恁的省来甲我一省，所以对我来讲，我是本省，恁是外省。你一省，我一省，咱有一个共同的国家，伊的名叫做啥？叫做中国呢。所以当你的语言咧使用的时阵，你讲外人的时阵，就表示你已经陷入伫一个大中国的概念的内底。啊，因安尼，所以有一群人咧讲咧独立，独立嘛，通讲，独立嘛是共款。你讲外省人，迄个意思是共款的，哦。美众议员，台湾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就故为是假的。这句话是虚构啊！台湾人看得懂吗？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句话是假的。这句话把它解读出来，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不是中国的一部分，请问你干嘛要独立？你又不是人家的一部分，你干嘛要独立？独立的意思就是你从一部分的母体独立出来，叫做独立。你干嘛要独立？所以独立是假议题啊！真正想要独立的是谁？那些来台湾这一些中国人，他们不想要被统一，他们有那种想要独立的想法，称之为华独啦，中华民国独立在台湾。你就把刘宗宪嘛，在台北嘛，哎，别比台湾这边生根，就地合法，这个叫华独，这个在理论上是这样子推导。好，来，中华民国不是个国家，各最差一点，来通上，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名字叫中华民国，废话题，那你归美伊啊，你去台两车会，就是这个概念。当我们认为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的时候，请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什么东西？也是国家吗？好，都是的话，那请问谁才是中国？问题就吵架，全世界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啊。那你说你也是中华民国，你也是中国，请问中国谁可以在联合国里面取得那个安理会的否决权？卡里加一加了，中华民国跟台湾两个名词，一直滥掺在混用，大家拢无了解，结果唔知伊在讲啥。所以下面的影片，你把这两个名词先看对调一下。伊若出现中华民国，你把它改成台湾；出现台湾的时候，你把它改成中华民国。你大概你就会了解即卖新闻在变啥物吧。历史关键时刻的自营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把我做下来以后，我的问题都是一个一个设计到的，让他慢慢进入情况。比如说，对美国，我一开始说美国不是，反对台独，对不对？最近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说台湾说你军售，你还给他们技术，有没有这个这回事？他说没有，就讲一半的，我突然就问。说台湾的，在报纸上这里两天在报纸上说，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大陆反对我独立，我不需要独立，我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报纸想都没有想，他就说，台湾他随便怎么讲那是他的事儿，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的国家，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Our policy is clear, it is only one China.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it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irm policy. 这句话是对台湾是严重一击，为什么？
他从来不承认你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然后主权在这个联合国把这个台湾驱逐出去，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定制的时候就讲了，现在中国的主权由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什么意思呢？台湾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也是属于中国的，是吧？那这句话就是严重的打击，所以呢，台湾当天股票掉了，两天掉了1000多亿，蒸发了1000多亿，台湾记者就很生气了。第二天在国务院，美国国务院的记者会上就说，鲍威尔是不是失言，是吧？这个作为华人没有，我们美国立场一向如此。这个鲍威尔吼，伊讲啊足清楚。咱看新闻的时阵，咱来知影一条：美国人咧讲的台湾的定义，甲中国人咧讲的台湾的定义是无同款的。两种定义是不一样。鲍威尔伊咧讲台湾的时阵，伊咧讲啥？台湾 is not independent， 台湾不是独立的。哦 ，did not enjoy sovereignty， 伊无享有主权。伊咧讲啥物话？伊咧讲伊定义的台湾。啊，等下我大家看，咱来看。咱先来看一下吼，事实就是中性客观的，客观就是无掺杂着家己的情绪啊，不掺杂自己的情绪啊。客观是指的是这个啊、哦，情感是非理性，是主观，情感就是做主观的哦，爱的较参细啦，我爱一个人，不管他的好坏。我的爱是那种是一种感觉的，没有人说理性分析之后，然后我才爱的，爱是一种情感的。来，啊，多少大概看一下，1950年了，复职的目的与使命，就盖介的说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是中华民国已经亡国了。这个联合国里面哦，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的一点五规定，什么是难民的定义？还叫有定义嘛？因为种族、宗教、国籍、特殊理由的团体会，政治见解、恐惧被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原国籍领域外，不愿意、不能返回原国籍，受该国保护的人，这些称为难民。啊，咱台湾1949年批的时阵是啥物会？国民党跟共产党，国民党因为政治见解跟共产党不一样，因为恐惧被共产党迫害的充分理由，置身在这个台湾的台北市，哦，就是中国领域之外的台湾台北市，不愿意也不能返回中国受该国保护的人，这个叫做refugees。这个德国嘛，拄着这个问题，哦，英国伊嘛拄着这个问题，教宗伫意大利梵蒂冈内底，伊咧发表啥物，讲欧洲爱接纳这些难民。难民地位公约差不多这个时间通过啊，而且这个时间正式生效。这个物件，难地位公约带来了一个什么信息 ？Visa free， 就是签证免签证。所以马英九来讲，中华民国的这个免签证国家190多个，因为伊是旅行文件，伊是难民的这个身份，所以看我这个 Visa free， 我们看不到这个点。让大家看文件，来，他们当年就拿这个。你看他的铁路型文件啊，无张李太改做护照，伊本来就应该坐啊。所以后来1949年以后，其实拢是，伊的身份拢是难民啊。所以你看奥运谁人摕迄年旗啊？奥运难民旗。所以里约奥运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难民，你组队比赛奥运，你就是拿那个奥运旗的，所以中华台北的那面旗才会长那样。
只是下面多了一个车轮胎的国民党党徽。你从这个文件比对事实的一些现象比对，你就可以找出这个东西的。啊，记得哦，今麦留言啥物话？留言大椅子啦，大几只乌鱼，台湾乌鱼，变台湾乌鱼，大玉山、大百合花、大台湾、大海岸。答应你想要脱困，可是走错方法，用贴纸没有用，啊、哦。天皇，咱咧讲天皇，天皇，交头二十年四月七，咱迄个时阵，台湾著名为帝国议员行列，广开无名参国政之途。你从著名变成臣民，帮助政就是天皇辅佐国家大业。因为这份诏书，台湾伫迄个时刻，所有的著名的身份变成公民。这个跨度很大，没有这一张，台湾民政府的立场不存在；没有旧金山和平条约，台湾民政府的立场不存在；没有战争法，台湾民政府的立场不存在。CHILE 发成什么？智利 ，CHICAGO， 吉卡国 ，China， 这叫做 China， 叫做支那，气气那，日本叫做气那，所以有一条讲叫做气那农药，中国字啊，啊，今日即卖伊即无爱听，伊就讲换作中国啊，中国你应该发这个音不是吗？这叫做音译啊。一个是阴影啊，没有什么歧不歧视啊，啊你会歧视，因为媒体刻意把那个东西做炒作，一个变成歧视了，里面挑起人民的那种对立的情，那种情感，所以就变歧视。台湾刚起国家，他多那个新闻，那个，你访问迄个人，就讲鲍威尔，啊讲什么话，啊讲联合国把台湾驱逐出去的时候。台湾叫什么啊？联合国驱逐的是台湾吗？大家想清楚。来，这个是鲍威尔伊咧讲的台湾。台湾一词将事情化，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只有台澎没有金马。一过去以来，咱感觉金门妈祖是咱的，其实不是，是台湾的。以及这些岛上的人民啊，伊若咧讲台湾，就是咧讲这些。岛范围以及这些岛上的人，而是公司根据这些法律成立的组织或者是机构，构起了典籍中全册的家。1979年的1月1号以前，美国所承认的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这就是美国借着这个台湾关系法，设一个关美当局代替美国占领台湾的当局啦。所以咱看到这个不是台湾政府，伊的名叫做台湾治理当局。所以你看到媒体常常在说当局，台湾当局一起在公司的点。所以你要清楚，中国在讲的台湾跟美国在讲的台湾的定义是不一样的，还有台湾人自己在讲台湾是不一样的。谁退出联合国？ROC 退出联合国，还有没有其他的答案？到底谁联合国？刚果有没有？你认为谁退出联合国？我们一个问题，台湾人会有许多种答案。有人说国民党退出联合国，有人说台湾退出联合国，有人说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有人说啊，全部都一样啊，那等于没有解释嘛，没有讲。给大家看文件的哦，这你大家往咱网站嘛找会到的啦，哦，咱看文件来。1971年的2758决议文，咱有讲到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这个政府派代表坐伫联合国组织这个中国的这个席次上是唯一合。迄个时阵，
1971年这个时候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的代表是代表中国的，就这样子，就是一个中国。那原本坐在上面的就变非法了，承认他是合法的，那原本坐在上面变非法，并没有承认那个非法的是另外一个国家，所以江海乡是江海县。蒋介石代表立即把蒋介石代表从他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啊，这是讲中国人的欧美西亚，你看英文，这是迄时阵暗时吼投反对票了，不要让中华民国的蒋介石代表驱逐出去，啊，绿色的也投赞成票。什么叫做一个中国？咱来看吼。1946年联合国的耶尔布年历啦吼，咱来看，内底写啥 ？China， 伊讲 Republic of China 无嘛？伊嘛伊讲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无写，伊就写 China。你若去联合国的网站，你甲查，安全理事会吼，安全理事会有五个国家：中、英、俄、美、法。这个国家登记的名称就是 Republic， 就是 ROC 哦，所以 ROC 从来没有离开过，只是蒋介石被判出局了，他不是 ROC 了。那中国现在的 PROC 的政府派的代表是坐在 ROC 的那个位置上面。1947-48年，看看。到了1949年，还是 China， 啊对啊，1950年复职的目的与使命，蒋介石中华民国亡国了，啊这里就有记录了，这是年历里面记录。你看这个四有一个注脚，注脚在这边我放大给大家看 ，including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but excluding Outer Mongolia， 而且这个。定义包含了台湾的福尔摩沙，好的，福尔摩沙跟澎湖啦，台湾跟澎湖叫下哦，哦，一共第三句话，1949年呢 ，December 31，就是这个12月31号叫下哦 ，the capital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首都迁移到台湾的台北，呀，这个是流亡政权啊。在同样这个时间点，中国的政府变成两个，就是精神分裂，变成两个。所以你来看 ，ROC 的国民政府设首都移，把首都移到这个台北了。那另外一个 PROC 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中央人民政府，也首都设在哪里？北京，北京呐、啊。中华民国的首都应该在哪里？在南京呐、啊，在南京呐、啊。然后他跑到别人的领土的一个城市台北，安内引起流亡政府，阿伟以上了，就做别人的嘛。所以已亡国了、啊，1951年的亡国，引进来摕迄个旅行文件。摕旅行文件啊，啊《难民地位公约》，刚是就是迄个时阵就开始。1951年《难民地位公约》开始，你注意看1951年嘛是拢 One China， 你看1951年日本、韩国，你看哦，韩国叫 Korea， 白色的意思就是没有加入，没有加入 UN 哦。你注意看，1952年嘛是一个 China， 好不好？1956年，日本加入了，日本 Japan 加入联合国了，这边还是一个 China。到了1971年，来你来看一下，多了一个注脚，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2758决议，在这边解释了，在这个时间点，联合国组织的安全理事会，中国那个席次的代表。已经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派的代表，这一个是一中政策。大家明白吗？我们叫他很常先领一中政策，因为他们要搞两中嘛，
咱得要承认一个中国政策，他们是中国，我们不是，我们是台湾。他们是中国，我们台湾不是中国的部分。咱得要承认一中，我们是这样子承认。但是中国人也一中政策是，他们是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啊，你想哪会讲讲？你想你一个中国政策，你就会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因为你扛着中华人民，扛着中华民国的那个招，所以你才变成中国的一部分。所以把这个东西放弃掉，哦。那来看，啊，多少像 Korea， 那就是一个韩国嘛，这足出名哦。1973年9月18号。我们 German， 干嘛学 German？Germany， 两个德国呢？两个德国同一个时间点加入联合国，两个韩国1991年加入联合国。为什么没有一个德国政策，一个韩国政策，却有一个中国政策？历史告诉我们，联合国的资料也告诉我们。安全理事会就只有一个中国的席次，你不可能有两个中国家，啊，无里面啊，里面那有那个否决权，啊，如果中国一分裂，就让中国有两个席次，啊，中国最擅长分裂，